Hello， 大家好。本系列拍摄期间，遵守当时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的防疫因应指引。本系列影片将有大量酒精，未满18岁请勿喝酒。我们喝开心的酒，也希望大家跟我们一起开心。最后，祝大家新年快乐，观影愉快。嗨，大家早安。我们属于早起部队，我跟已经不是最废村民的阿亮，我们正在进行杯盘狼藉的收拾。桌上所有的碗都已经拿过去了，还有一堆啤酒瓶，在记录我们对这个村的贡献。佳音女神都在帮忙做菜。早安。琪琪在帮忙洗碗。早餐是什么？其中一个是我。哦，真的、哦。无料理。好赞哦。老板娘在帮助。谢谢老板娘，你不是大厨吗？你在这里装水。他说他等一下负责做蛋的部分就好。那你要把你的另外一个厨师叫起床了吗？感觉时间差不多，不然我们吃到饭可能已经是11点了。直接吃早午餐。我们来去看一下琪琪，琪琪就是在帮我们洗所有人的碗，非常的辛苦。看有多少的碗，大家都觉得洗碗这件事情是最不会煮饭的人就来洗碗，就感觉好像洗碗很废。但我都一直觉得洗碗这件事情很值得骄傲。我个人觉得已经洗好的，在这边要讲一下，我们的村长还有副村长。目前都还在睡觉，他们根本还没有起来。哎，建中，你不是要去上班吗？已经开始在飞空拍了。看我们的百万摄影师建中，直接在我们的营区里面飞空拍。上班就是轻松。好幸福哦！飞机出去工作。哎，我觉得豆豆超赞，豆豆直接先帮我们弄咖啡，等一下咖啡可以喝。好，决定我不要拍太长，不然就要对不起肥肥了。再见，肥肥。副村长终于起床了，当然我们已经整理好了。哦，你们都洗完东西了，对不对？我觉得林澳村民真的蛮适合当村长，不然今天给你当好了，也可以不用做很多事。帮我们去玩了，对，我们去玩，我们真的好累。你先讲一下，身为村长要做什么？你要起来洗碗啊，要早起，你要管理大家的这个一个部落秩序啊。嗯，你说吹口哨，叫大家起来。对啊，你去一个一个去叫人家起来啊！等一下要升旗了，等一下升旗典礼了。升旗典礼是什么？你不懂，那还必须是我拿村长的位置。所以到底是要干嘛？你等一下就知道了。琪琪宝贝刚刚帮大家洗完碗之后，准备好在这边甩甩。豆豆刚泡了咖啡，我们的佳颖的汤煮好了吗？好了，可以喝。它是蘑菇浓汤吗？对，好香哦，感觉怎么样？超赞！到底是有多少个 GoPro？ 对，要直击，来直击三三，好不好？直击三三。君娜姐姐也起床了，今天的早餐，好赞哦！很屌，喜报喜报，我们真的不像在露营，我们过得太幸福，很爽。我们要准备去吃早餐了。各位早安啊！现在我们的那个 Cookie 妈妈跟 Cookie Daddy， 还有我们的368，已经为大家煮好早餐了。今天早餐有点可惜，你看蛋液直接全部被拿走，全部都已经马上被秒杀，你知道吗？好恐怖哦！刚刚我不是坐在这边，然后全部不是一堆人封进来，对，我觉得他们真的超强，尤其是张念成跟怡君。他们刚才就这样默默的这样挤进来，然后默默的就后面就要变后面，然后一群人就在我前面，有点默默的就被排掉外面，然后就这样站起来，我想说啊，就看一下到处看一下，我一再过来，东西没。哎，这是张念成的玩具，他都带这个去泡温泉。哎，泡温泉事件，等一下为什么你们会知道？你现在全部营区都知道了。啊，你忘记我们这边有金三角，只要有一角知道，一角会直接先跟其他三角讲。他们不是蓝牙哦，他们是 AirDrop， 超快。来了，我们的王来了，我们的美王。Mina，哎，不要给 Mina 下一个随便的定义，说哦他就怎么样。给大家看一下人鱼。人鱼，在那边秀。你以为没有人鱼吗？人鱼，来看一下上下。看一下没有，这边上下照片，正面的，这里。OK。这是鱼吧？吃完早餐，等一下要准备升旗仪式了。野人七号部落。沙拉生活，沙拉生活。哦，Cookie妈妈在喂人呢。啊，焗烤节瓜。来喽，准备挂旗式喽。还没有我啦。没有我啦。小鸡。还没挂上去。为什么还没进去？拍一起来超美的啦。看起来怎么样？看起来很帅。很帅。屌哦。屌。部落之旗啊。超屌，每个车经过我们都会撞一下。野人七号部落，哎，撞多旗。有那个剪刀吗？没有，没有剪刀。哦。好，一。门后的都在做什么？休息区。上场了，怎么办？好紧张，好紧张。One two， 我漂亮吗？漂亮。好，欢迎金钟最佳女主女配以及畅销灵魂作家 Mika and 有是你的 Amy。
请别人带回来，就差点被吃掉了。我就问你一句，为什么长疱疹？可能因为每次高丽菜吧。来参加的人会不会以为有人吃阿波罗哥的公司？我还是不要当村民好了，太可怕了，太奇怪了。这些会吃高丽菜。高丽菜是我们的晚餐。想要执行偷高丽菜计划，突然觉得好想吃高丽菜。我们走后路，我们走后路。欸，我绕到他前面。哦，海姐，海姐到。高丽菜，高丽菜，高丽菜！这边的食品啊！我们现在把它吃光。琪琪问了一个很傻的问题，他刚问我说：“林木森，为什么要吃高丽菜？好吃啊，甜啊！”你不喜欢吃高丽菜吗？不是，为什么要吃生的高丽菜？哎，生菜啊，高山高丽菜好吃，甜又脆。现在是带两颗高丽菜给你。那个时候我又不想吃了，但我特别喜欢在这个时候吃。就现在。欢迎光临，我的美。It's just the way it is. VIP 电话会。My childhood was support. My feelings got ignored. Now I get back to now, love.早上现在已经是下午了2点钟了，然后我们现在的厨师们依然就是非常乐意的在帮我们煮东西。然后我现在来带大家介绍一下我们这个野人七号部落自己的环境，所以这是我们的门牌，凯西、盖瑞、野人七号部落，还有沙拉生活。然后这是我们在这个野人七号部落里面呢，就有些人就在做自己的 YouTube， 所以大家可以支持一下。在我们的这一边呢，是我们的住宿区。我们的客厅做得非常大，因为我们今天有非常多的人在这里，所以我们弄了两个一模一样的客厅帐，然后来接在一起。这边呢就有零零碎碎的一些小地方，然后这是客厅的房间，对，是我的房间。因为它其实用 Galen 的那个帐篷已经还算不错了，等一下可能会下雨，然后再加上潘潘比较有一些小小的洁癖，所以他们做了一些烟幕，然后把这个雨水啊、树叶啊或者脏东西隔绝在外面。对，这是一个很好的方法，因为如果是下雨的话，整个雨水贴近你的帐篷的时候会非常的湿冷。会很不舒服。这个客厅在里面呢，就是搭了椅子，搭了桌子，然后我们就是把它集中成一个搭吃饭的一个空间，大家可以在里面聊天。有一个很棒的地方就是我们里面有很多的暖炉，像这边的煤油灯可以在这个地方取暖，因为这个地方是一个密闭的空间。对，然后所以它的热气一上来之后呢，这边会有非常多的热气，所以就不会流出去，不会流出去的状态下，大家就会在那边很保暖。那你说这个会不会不够？有可能不够，所以我们弄一个浴空炉。浴空炉呢它很特别，它是直接在里面柴烧，完完全全的燃烧，然后它的烟不会在这里面。为什么呢？烟囱排出去，然后里面就会只有热度而没有那个烟，会让人家很不舒服。帐篷区
然后这是三三家，它全部都是去租的，租的是可以的，因为很多人就觉得说啊，偶尔录一下影的话，你们可以去一些就是露营用品店，他们可以去租任，不贵，但是却有非常好的一个品质的享受。三三他租了一个客厅帐，这是快拆式的，他一打开，如果没有什么风的话，可以不用顶，直接一个密闭的一个客厅帐，超香。然后接一个他们的帐篷，他们全部都几乎都在里面，可以做所有的事情，蛮好的一个设计。客厅、房间、桌子、椅子。灯延长线4000块三个晚上，很便宜啊，不然这样买一晚应该要40000，超过。还有睡袋跟水垫，然后它是六人帐嘛，六个人分下来一个人也才600多块。最后我要来介绍一下我们岩七幺部落的核心，我们的368，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全部都是用锅子，因为它要煮很多人份，他们下面会用那个封顶。可能一个不够，三个不够，四个。然后接下来我们的豆豆，他还有一个绰号小当家，特级厨师，晚上在变身。我们的阿胜，阿胜昨天喝醉了，所以他吃的东西会稍咸。Gina 一定要跟大家隆重介绍一下，姑爷妈妈，他一直都是岩七幺部落的一个精神指标。虽然说只出现一集，但是他的粉丝人数一直在飙高啊，高啊！这桌子是对面金友老板借，不然我们不够桌子啊，30-40人的分量，这是我们的岩。下部落希望大家有喜欢，然后我们的招牌那边欢迎光临，欢迎打卡，接下来有什么东西可以打卡 ？OK， go 上菜喽，各位。这什么？这什么？是我们不注意的时候来一个这什么干贝海胆鱼子酱。要一口。哎，我刚刚感受到海胆是从那个喉咙那样慢慢滑到肚子里。OK， 继续吧。哎，你洗澡了吗？还没有，好臭。那你要不要去洗澡？其实露营区的浴室也蛮好洗的。100分这么高，走吧，去洗澡。阿妈这边播一下，不要再播了。开始了。而且阿王是完全没有场熟练感，我们不是来点漂亮的吗？好，阿王哥，我先洗澡。我们以往在露营地洗澡的时候都会蛮困难的，就不洗就不洗，然后很多人一起洗的时候水就会变超冰。来到这里有一个100分的厕所，重点是我洗完之后整个人神清气。我本来说我今天不想洗澡，有100分的厕所我就想洗，而且他还用茶籽糖，是100分。去年我就是洗到100分厕所，都不想跟你们讲了。你抢到100分厕所，你绝对不想要跟大家讲。好，我们来开箱厕所，干湿分离耶，这边是一区，这边一区，好扯。而且里面有那个茶籽糖的，我要洗澡。好，拜拜。现在准备来洗澡，在露营区洗澡蛮特别的，因为你等于是跟很多人一起洗。怎么说呢？因为在这个浴室的外面就是1000-2000人，在这边洗澡，其实有些人就会不太喜欢，没有那种隐私感。但是我自己觉得可以啦，可以洗啦，因为这里真的是100分的厕所。虽然我平常去露营的时候都很少洗。好热哦，好屌哦，好烫哦。舒服，洗完澡就等于是重新开机。晚上啊 ，party 啊 ，party。阿旺子刚刚说那山那谷是什么意思？那上就是我的家的意思。摩诺露营区就是摩诺的意思，叫做花生、偷刀。所以你俩渡了头给你个摩诺偷刀，偷刀。啊，为什么要叫偷刀？就是当时他的爸爸就给他取这样子。哦，对对，小名。那很多的原住民当地的名字就是会用他们的65岁以上的过后，就是叫做头目的意思。有的就会叫油干。原住民叫什么？好啦，我外公的名字。他们都会用火辣啊，后面再加一个爸爸的名字，哎，或者是拉户，所以你的全名叫做火辣打入。阿胖是等一下要走了，我要去那个安东温泉。OK， 下次见。小心开车，好，出事了，出事了！张烈成唱歌唱到想阿公，他哭了。没有啊，阿公很伟大，每个人的阿公都很伟大。阿公就是剩下大家，阿公就是每天。然后这太优秀了，阿亮把虾剥好了。重点是他原本就算没有剥的话，像果培根也真屌。那个套顺序，套顺序哦，不要让味道太浓。对 ，OK， 直接进去。不会太大丝啊？就是先咬头。然后头的味道不要太浓，之后然后这个整个下去，这样太好吃了。真的要感谢豆豆跟君娜跟阿胜跟368，对，给他们已经就是完完全全的在我们岩七幺部落是完完全全站在立固的位置。阿亮也是，
君啊，君啊，你要休息啊，休息一下，不要去煮。可是我露营的乐趣就是煮东西，除了煮也要跟我们享乐。可是。的确是啊，如果君啊他露营是煮东西，我觉得这或许是他就是在露营的时候开心的部分。没错，不一定要喝酒就开心啊。如果夏天的话，我们再约那个 Cookie 妈妈再来煮，知道什么啊？因为他会穿。就一次好不好，她真的很独立，一个人从台南跑来找我们玩，再开回去。这次她跟她男朋友还有一些好朋友一起来，相信她是蛮快乐。下次君乃要带我们去野营啊，她答应我们的。厉害的地方，更扯的神兽会出场，全台湾最会玩火的男人。到时候我们去一个野营再去找她君乃，每一集都不能错过。拜拜，你看什么叫真的会煮，日木煎的多好。哦，被喷到，被喷到，被喷到！就是刚刚的培根虾。我突然想到一件事情，你们那天去买食材的时候，加一加有没有六七万？没有，没有。买食材四万，太扯了吧？哎，可是34个人分开买，还让我们后面的人脸超臭的，要等很久。那几天我们能不能快乐，能不能轻松，真的都是靠他。你们要不要就是走啦？好了，好可爱。哎，村长先吃，等我一下啊。修修修！哈哈哈哈哈哈！哦，那怎么办？那个油很烫。对，那个油。OK， 师傅一度油脂很高，非常好吃。旁边的那个肉，它煎的脆脆的，所以有另外一种口感。鱼肉本身又嫩嫩的，三重口感。豆豆变小当家了。等一下，豆豆，好吃，太可爱了。特雷，秀一下。早就该换了，厉害了这边。我闻一下，还没啊，现在你什么时候要拍？闻不到，我可来了。我很好喜欢见到你，欢迎你，欢迎。我看怎么来跟大家讲，他自己骑摩托车从花莲骑过来，一下班直接过来，然后明天还会去上班。为什么？我们野人七号村民过来，村民抱一下。我觉得抱完看很舒服，因为够矮，你看。哎呦！特级厨师要请你开锅，开锅。我是特级厨师，我把我的技能移交给你。可以撕的，对对对，好可爱哦！请开锅，请开锅！哒哒哒哒哒哒哒！哎，好像还没熟，好像还没熟。哎，他为了你留下。走啦，他就说哦，可是没办法，他明天没车。我说我可以载你，而且有一个人你一定要认识，是你。哦，是我。而且为了见你，我刚刚已经洗干净了。确定这些可以播吗？我昨天没有洗澡，但知道你要来，我刚刚就约米娜过来洗。对。不帮你说，我也刚洗好。我不只会开锅，还会开。原来我留下来就是为了认识个人。对，我的 vlog 正式开始了。就在王康加入了这个晚上，他的 vlog 正式产生了。新年快乐！新年快乐！
爱很舍不得哎、欸，我爱什么？莫名舍不得。OK 吗？很舍不得哈、哦。对啊。你要降下来，有一天还会再升起。当然啦、啊。